拍什么秋叶原广告在这里拍。哦，够油，可以。那再过去的话，就是你看那有一个铁道桥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还没开了。应该说啊，对啊，这个小巷子这边是可以进。哦，这是电梯街，可是你现在看一下，因为电梯已经太老了，它先有电梯才有那些油的东西。也是的，太久远是这样，先有电梯的。结果变得油的比较主要，因为有点太油，走路太滑倒。这一定，所以你刚才看过的都肥仔了吧？这是搞哦哦，垃圾会，应该就这个哦，就是垃圾会。哦，谢谢老板，你好。哦 ，OK。秋叶原车站电器接口出来就是这样，难怪这边最多的地方。他现在到底干嘛？这还没开啊？这在排什么？排开门啊？他秋叶原开门，他还没开门，还没门关。那该不会等下十点才开？会不会开门全部都冲进去了？应该是不用冲。那这边是啥位？这在排沙小的。这排沙小，我看看。不是哦，今天发生什么活动？可能是什么悠悠的东西。在扛着，在扛着。こちら45分から10時までの配信、10時後に来られたお客様。这种底下在外台湾看不到啊。应该是缅甸吧，我也是看缅甸。这里就是最边边，边陲的，从边边到。那意外的小、欸。这是万事小啊，之前是一个很大的烧肉店，现在没。过去对面那里。意外的小、欸。对来说其实没有大，其实没有。你看有这个，之前会有那个步行者天国，这没了、哦。这没有，现在时间还没到啊。就他把路封起来，像那时候怎么？啊？这边常常办这种什么活动之类的吗？对面吧，对面。哦。你看，这时间，你们那时候看有会吗？跟那个。玉手有那个老怪，高级玉手真的超贵。我之前在北海道神宫买也够贵，一个就500块。这里面有一个很潮的玉手，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没看过。多潮？它是什么电子玉手？啊，电子玉手要吃电的、哦？不是，它是我跟你讲，我帮你看那边吗？它在贩卖啊，贩卖。我知道看到纪念章，是不是有吧？应该是会，它是什么玉珠印吧？玉珠印要另外买的那个布置。你是想买布置？我说我就没买啊。没买。因为玉珠印那个是。在边境。买一个给朋友。好、啊，只能1000块了，哭啊！好吧，塞钱。上面写好可以，没事。有些贩卖机它也不能用新500块。为什么？读不到对不对？因为新500跟旧500长得不一样，它可能就会抓包一层。有新的1000块，完全不知道。听说他们是要换那个，要换钱，换钱的。可是你要去邮局换一张2000块，绿色的。这个会店家会收吗？会啊，他会收。你像台币2000块，店家会收啊，可是很少。你大哥，你现在开始吃了。好，这就是哦。那个是挖耳朵的，掏耳朵。对啊，掏耳朵。那我很久没挖了，就给它掏一掏吧。就是躺在大腿上掏，那个是加钱会奇怪的服务。这算奇怪服务吗？加钱应该可以抓龙筋。哈哈哈哈哈。之类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的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多多少少都。有回这图上连屌。聪慧，鸡牛，聪慧当然是他买了，然后自己重新改造，就像那个什么，有人会买模型会给他电镀啊，上色啊，金属色，对吧？你们玩过人中之龙？有啊，没有玩过，我也没玩过，但是我就是
看他那个什么走路啊。那个超奇怪的。哎，走高了。走高了。Scratch 两把口。那边有 Scratch 吗？看一下。